蓝鲸汽车7月6日讯，今日，上汽通用官方宣布，雪佛兰品牌将推出一款全新轿车，名为沃兰多，该车将于第三季亮相。上汽通用方面介绍，沃兰多是一款为年轻消费者打造的轿车，同时具备时尚与实用的元素。该车将打破国内消费者对家轿的固有印象，以个性化的造型和全面的功能，树立新的风向标。目前雪佛兰品牌在轿车细分市场中已经有科沃兹、科路兹、迈锐宝、迈锐宝 XL 等产品，沃兰多的推出将再次丰富该品牌的产品矩阵。据通用汽车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，今年上半年雪佛兰品牌在华销售新车超过26万辆，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5%， 其中在第二季度中，雪佛兰轿车表现可圈可点，迈锐宝销量约3万辆，同比增长 29%， 科沃兹销量约4.9万辆，同比增长 54%， 蓝鲸汽车万雪。